漂亮。安息吧，在黑光的寒冷之中。我都已经换了好多个电脑了。我有一台在我妈家，有一台在我家，还有一台在。不过是一个抱着渴望的狂热残影吧。在我丈母娘家，三台，但是第一台呢已经坏了。有点打不开机了，已经。黑雾由我滚滚而出，宛如大潮。虽然偶有衰落，但如今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玩呢？哎呦我操！这有意思啊，这俩人。我一开始以为啊。是蛤蟆打辅助，现在我发现我错了。我将屠屠世间，岂非难逃厄运？嗯，我扎你们俩！我再扎，我扎你，掏你，平 A， 平 A， 你俩到底怎么回事？都回家了啊？没有啊，回家了，还没回家。我扎，两个打一个还这么猥琐。我 W， 哎呀，这个没控着，这控着他死了。一下 W 了掏，哎一下，嘻 ，A 哭，哎。这家伙不让我出来，我只能占据他的身体。他好像不一定能打得过你，兄弟。强行让我占据，我都出都出不来。刀锋满征服者，哎呀！你三级一个两级的，就两个技能。我吸完他不让我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没学大招，他不让我摁。刀锋舞者这么猛吗？刀锋舞者。你把炮车吞了。谢谢阿远姑娘的办卡啊，还有十秒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茫茫大雾，是我无穷无尽、无边无际的哀痛。一会儿我们先杀刀锋就好了。我扎！我扎 A 两下 ，E 一下，平 A 掏点燃扎两下，平 A 接扎接吸。E 一下闪现。吃药，我走了。
我扎你，怎么回事？谢谢，好多人叫喝你。这波我们可以在草丛里边蹲一手，然后尝试一波击杀鱿鱼，不是鱿鱼，鲶鱼。这鲶鱼的走位我已经预判到了啊！吸吸！哎呀，我升级了，但是我没技能。啊！我舔！哎呀，我升级了，但是不给我学技能。啊，我还有两瓶药呢，我操，药都不让我吃。嗯，你怎么死了呢？我帮你报仇来。中，扎，给大招，掏平 A。哎呦，换了。我要是吸刀锋，我估计这波鲶鱼打不死我，我能秀一秀他一波。我们还是照样啊，出个海妖。我这等个皮孩吧。双人路对面不那啥吵架了，本来是鲶鱼上单，可能让刀锋给抢了。嗯，吵架了，这刀锋怎么杀六个了都啊？A 扎 ，A 掏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 扎，平 A， 再 A 一下 ，W 接扎，扎一下，吸，哎，吹，不打了，一会儿刀锋上来了，我们撤了。非得吸一下，我必须得吸一下。我把大招放了干哈？我吸。我怎么给你说一下子呢？就是这个英雄啊，他的大招有两个大招。第一个大招就是你吸别人的大招，第二个就是你自己本身的大招，他俩不冲突，你知道吧？比如说你自己的大招啊，现在吸地了，然后你呢吸了一个魂儿，那么吸的那魂儿它还是有大的，你放了以后你这个原来的大招还是吸地，不会变好的。把他杀了！小绿人，那俩人咋又没了呢？上路没人管了，那我来吧。
的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刀锋咋的呀？刀锋，刀锋多啥呀？刀锋能打得过我呀？我不信。挂渣，那刀锋没小兵，他不也是弟弟吗？他不也是弟弟吗？我西电啊，嘿嘿 W 了，平 A 平 A 一个大招 A 扎 W 掏西，他跑那么快呢？他推，武术还，我这怎么跑那么快呢？走回家了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我来狂风之力怎么样？90秒袭击，来一把吧。反正他们家这些人啊，他也不好好玩的吧。公诉海，破败呢？90秒呀，他干哈？90秒就玩一下呗。不玩啊？那算了吧。你不让除，那我除别的。不让除的话，就这样除吧。我觉得吧，这鞋不对劲，这鞋得这样式。这样就对了。破败第二件厨吧，第一件厨好像不太厉害。拆塔，咱们家下路一看呢，这也是优势很大呀。打不打还？你要不不打的话，我就回上路收兵了，兄弟们。算了，不打了呀。这个没推到墙，有点难受啊。哎，对了，复议哈，看一下啊 ，W 技能只加伤害，没什么用。其实 ，E 技能可以加移动速度，可以加攻击速度，可以加冷却缩减，那肯定复议好。我们主要的虚区手段还是 Q 跟我们的平 A， 算了吧，直接杀了他得了。死！嘻！嘿！打不了，掏西掏平 A，
哎呀，疯了！跑了！麻木鸟掏！一下 ，A 杀掏平 A 平 A 吸吸，哈！你跟我打吸，哎，我吸魂是可以捡我大招吸地吗？可以卖装备吗？不可以卖装备。哎呀，你不信，下回我给你吸一个，然后接回城。我直接给大拔不了掏 Q 平 A 平 A E。我的天哪，小驴来了！呀呀呀呀呀！闪现拔不了掏，吸等。哎，哎呀，银马，银马有点厉害啊！银马，银马有道。但银马没大了，这不死了吗？来个破败，春哥这英雄也没用，来个蟹手啊，来个蟹手，小白一把。让我吸一个，他们老不信，这卖不了装备。去跟队友打团打一波，然后我们杀完人吸完直接回家啊。没打，就杀这银马了，啊，就杀这银马。下银马怎么这么能跑啊，开疾跑了是吧，那他们也不出来呀，这不拆没了吗？继续拆呀，这杀人死他吸，哎，烦死了这小驴人，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小驴人，你要杀我，你确定吗？银马，你要杀我，你确定吗？我跳弹，我一下，我跑快，你追得上我？哎呦，我这嗖嗖的，你追得上我？我们最危险的地方，它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在草丛里边回城，现在潘森有点傻，他就在塔下回城，一会儿小驴人过来就把他杀了。我将不断索取，不断抢夺，再无一物，只剩他一人。叫他回来！
我觉得之所以啊，他没什么肌肉啊，比较的瘦小，就是因为他这把刀啊老扛着，没什么劲儿，他这给压的，压驼背了。大小绿人，杀人马！哎，随便杀一个行不行？能不能随便杀一个？到现在还没杀过人呢，这慢性死亡了。哎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致命点人，西，快跑！哎，不行啊，这没办法打下回城啊。这也不让回呀，这你干啥呀？我不吃鱼，我中午有饭吃了。晕！快快，小绿人，我来杀小绿人。闪现 Q， 小绿人终于要杀人了，你给我杀了就行，兄弟，不用我吧？哎呀，这人马，我是你哥呀！烦死了，真是，就是不让杀人呐，就是不让杀人，杀完人想回个家就这么费劲。打大龙吧，可以打大龙。八百之众不可断绝，生生不息。我开把自定义就好，我不用开自定义，他卖不了，不是不信吗？费那个劲干嘛？千载幽咽，破败王剑，茫茫焦土，痛贯天灵。把眼儿白了，小驴人。为啥没踩刀锋啊？踩刀锋不杀了吗？这人马真的是烦死了。杀不了，不让杀。没法杀，不让杀，尽力了，下一把。